动物园。真的吗？他到动物园，他都觉得好无聊。真的吗？我们你跟我什么时候就去动物园呢？真的，我们家没有，我们家不喜欢动物。你只有我们吗？我们今年都会去夜市还是馆？因为他也不喜欢电动啊。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走博物馆。